姐姐先留步了哈。哎呀，那个我们小朋友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哦，真的？想知道是什么礼物吗？想一想。我不告诉你。来，有请。哇！哇，好可爱！这个是迷你版的吗？迷你版的。这是这个一个天使的翅膀。完了呢？我们读一下。小朋友送给你的。送给小朋友最喜爱的神仙姐姐刘亦菲。谢谢。但是呢，我们小朋友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我们神仙姐姐啊能够把这个翅膀带起来，对不对？来，好小，我带得了吗？来，然后到小朋友中间转一圈，他们很喜欢的。哇，啊，神仙姐姐转一圈给我们看看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你爱他？哦，我们表白了。愿意发财，你还要让我发财呢？嗯，你怎么样，我发财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我已经酥掉了。他要看真的一点。谢谢你的礼物。我发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姐姐的婚，财主。哇。